反对台塑吃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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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对污染惯犯二大财团吃苹果。政府协助财团破坏环境已经成为常态。本来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和财团的，尤其是像台塑这样恶霸集团污染的累犯，但是如今为了控制舆论，台塑竟然要肆无忌惮地购买媒体。那虽然台塑高层对外曾经说不会干预一传媒的新闻报道，但是各位试想一下，一个碳排放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企业，如果台湾要推动减碳产业、减碳的政策，还有呢要修正石化产业，一传媒将怎么报道？台塑如果发生重大的污染跟公安意外，一传媒将如何报道？如果台塑把开发案送入环评，环评案件的发展过程，台一传媒将如何报道？我想把媒体从为民喉舌的工具变成为财团服务的工具，这是我们人民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此要呼吁公平会立即否决一传媒的并购案，送毒苹果给现场的公民团体。这些帮公民团体呢，一个一个拿起他的苹果来了，然后那个闻闻他的香气哈，好，然后呢，那个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哈。我们来自彰化的四月英小姐已经第一个倒下去了，然后再来我们第二个公民团体也倒了，然后陆陆续续一个都倒下来了。表情也是身上这个苹果真的不好吃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台湾人民，如果我们再继续放纵像台塑这样的集团可以买媒体，可以吃苹果，我们的言论自由，我们的新闻的客观性，我们所强调的媒体的公器的价值就会全部的被践踏掉。假如今天你的周围有个邻居，他每天不断的排放毒气，让你罹患癌症，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朋友一个一个的死去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假如今天你这个邻居他非常的恶霸，有人发现了真相，要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，这个邻居他用尽各种办法去威胁他，叫他闭嘴，请问你生不生气？假如今天你这个邻居他不断的持续污染，当你发现真相之后，你想要告诉媒体说糟糕，我们有个很恐怖的邻居，你却发现这一个邻居他竟然把媒体给买下来了，在操控的媒体，这个时候你只能对着空气大喊，也没有人听到你在讲什么，请问你还有言论自由吗？我们今天有三个财团正要瓜分一传媒，这三个财团里面有一个很恐怖的财团，也是台湾公害排行榜榜首，造成这么大的危害，请问是哪个集团？台塑集团。我们让这么恐怖的集团掌控了台湾的媒体，我们大家还不害怕吗？我们大家还能够漠视它继续下去吗？我们不能站出来吗？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事情。最后，刚刚这几题每一题都不是我回答的，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，我害怕我的家人也一直罹患癌症，请台塑集团不要来告我。我们这些弱势族群24小时，请注意24小时在吸入他们毒气，我们得到什么？台塑如果再去吃苹果的话，我想整个我们的发言机制，在整个环评里面、公安事件里面，有毒的时候、死亡的时候，谁愿意来为我们把关、为我们发言？台塑集团过去对言论自由的表现，让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感到非常的忧心。有学者中兴大学的庄秉杰教授，他研究台塑六氢的污染问题，他根据他的科学研究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。台塑集团旗下有三所大学，他有非常多的研究资源，他的政商关系良好，他有很多的发言管道，他不去循正规拿出科学证据证明六氢没有污染，他却动用他的庞大的财力找律师来控告这位学者，打民事诉讼求偿4000万，打刑事诉讼告他，这样一个财团我们认为是非常夸张。
担心的，尤其当地台西的居民，他们长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，有居民的家人大量的罹病过世，他基于一个一般人的常识，觉得活在污染的环境下是不健康的，怀疑他的家人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六轻的污染之中而生病，他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媒体，让我们接受媒体的采访，结果收到纯正信函，叫他以后不要再讲这种话。我们非常担心这位财团过去的记录，不是用诉讼，就是用发纯正信函，甚至干脆把媒体买下来了。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永远拥有民主，不要被财团控制。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公共议题能够得到合适的讨论。现在六轻还有案件正在团体审查中，我们非常的担心这个媒体在有案子在审查的时候突然来买媒体，这集团到底想安什么样的居心？我们也知道台塑集团在媒体上很清楚的说，它只是纯粹的投资，它不会介入。我们希望这个集团要说到做到，请大家一起来监督台塑的手有没有去控制他们的编辑，控制他们的记者。他如果我们大家觉得他做不到，我们更希望台塑集团应该要把壹传媒交付信托，他做一个真正的纯粹投资人，不要去干涉媒体的报道方向。我们希望他们的投资要替台湾留下一个公共资产，而不是让我们的媒体公器变成财团的工具。谢谢各位。